行了吗？你前几天不是说想去粤菜馆吗？要不我们今天……我表妹来了，那个我下午得带她逛逛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表妹不就是我表妹吗？小孩子嘴八卦，你来了连个露馅，你别来了啊！我拿不下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你谁嘛你？我们今天去。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，我又出来了。你又去干嘛？我刚把我表妹送走，然后我们专业来了几个同学在这做活动，我给他们拍点活动照。快点，小兔，你拍了没？脸都笑僵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先挂了啊。喂，今天我们去。我亲戚来了。怎么又来了？不来，就出事儿了。